大家好，我是瑞福泉副总编辑学良。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博讯位于台北101的专柜。那今天呢，博讯带来今年的许多非常精彩的珠宝跟腕表的作品。那有机会大家经过台北101的时候呢，可以过来来做一个鉴赏。但是我们今天呢，重点可以秀一下表给我们看吗？这只表呢，是今年博讯在可以稍微固定一下吗 ？OK。这个是博讯今年在发售所推出来的一只新表，那它的这个系列的名称呢叫做 Ajouhei， 它的意思呢是法文的镂空的意思。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表盘中央呢，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采用一个完全透空的设计。在这个透空的框架上呢，有两只飞鸟，有两只蜂鸟在上面飞翔跳跃，姿态非常的轻盈美妙。那这个结构上面本身制作上已经有一个相当的难度了，而且在这么精雕细致的蜂鸟之上呢，它还用了大量的珠宝，包含钻石跟粉红刚玉来做一个镶嵌的表现。而它的在4点钟方向的这个偏心的小表盘呢，则是用珍珠母贝来为面盘搭一个时间的舞台。所以这个是在珠宝镶嵌跟精雕的技法上呢，都是属于像博讯这样能够同时专精于珠宝跟腕表的品牌才能够达成的一个特殊的技法。好，这个就是博讯今年在把手推出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的一个表款。那现在已经到台北101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许经过可以进来仔细鉴赏一下。